挪威有一位女性的爬山专家，甲负责带路的人，因开92天行过世界上14座上高的山，创下用上短时间爬上全世界海拔超过8000公尺一挂悬山纪录。挪威女登山家哈里拉甲伊的沙巴向导天敌，已经伫30天安顿去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第斯坦地区，并且已经打出英冠型进步海报，顶面写着恭喜成功爬上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阁创造新纪录，计是92天来完成创下上短时间完成爬山纪录。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t's not just the fastest woman, but it's the fastest person. My goal was to do it in less than 6 months, so when we didn't get the permit last year, I decided to do it all over again this year. 37岁哈里拉加天德利奇登上峰顶会，对登山家来讲，上危险的山峰之一 K2。公顶的是也从尼泊尔出生的英国公民普尔加，在2019年以189日登上14座世界上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纪录入新。目前全球40多人完成这个举动，也不过大部分都是男性。哈里拉真有攀登的能力，也不过为着要争到资金，需要争取赞助，也未调工具一定会。那家己是男性赞助就较简单。今年在家己讲，伊会当以上的考核之下，总算得到包括手表、甲盘亚在内几间企业的赞助。For girls and women after me to see that we actually can go and break the records, and that we can get sponsorship, and that we can earn money on this.迄日伫 K2 也过一项新纪录，就是尼泊尔人尼玛以17岁年纪，加入全球上少年的顶顶的人。K2 一向有上惨重的死亡纪录，大部分无名的登山者是死伫落山途中。目前也只有几百名登山者成功攻顶。公司新闻吴林编译。